肌下的手臂，前期我也有减脂哦，建议大基数的姐妹一定要先减脂。今天是15天改善上半身计划第5天，消除白白肉，改善圆肩驼背，赶紧开始吧。动作一，双手打开手臂里外侧，双手张开，手臂尽量伸直，不要耸肩，抬头挺胸，放松肩膀。动作二，双手平举，握拳绕圈，看似平平无奇，其实做两组之后呢，都非常累，可以拿一个小哑铃或者矿泉水来加重量。动作三，双手平举 W 式来回，手臂带动背部发力，斜方肌不要发力，背部和手臂来带动发力哦，姐妹们一定要记住哦。动作四，大臂保持不动，小臂往外推开，消除掰掰肉，紧致竖起手臂。3, 2, 1